嗨，子晨早，你坐在这边干嘛？我在等那个广告公司的车来接我。你今天拍什么样的广告？我今天是拍一个非常时尚的广告 ，fashion。那、啊、你会讲法文？当然会讲法文啊。来讲 ，Bonjour，Ça va, ça va, ça va bien 吧？啊，我有学过法文的，你脚很臭怎么说 ？Je vais bien， 就是你脚很臭的意思。我不知道我发音正不正确。从小到大这十八年来，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？哎，你好厉害哦！你说这十八年来，对你十八岁不是吗？对啊，我十八，今年十八，刚满十八。我刚满十八，对对。你喜欢怎么样类型的男生？你这种啊？开玩笑啦、啊！你到底是开撩了你？女神的屁是香的还是臭的？当然是臭的、啊。Everybody 的屁都是臭的。Everybody 的屁都是臭的。Hello， 你好。那听说你今天的穿着会很性感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吗？我现在里面吗？对啊，我现在里面 nothing， 我还没拿到衣服，所以我先穿浴袍，但还是可以给你们看啊，就是里面 nothing。呀，怎么可能给你们看？13个小时，我依然就是这么有精神的原因，因为你没有看到后面是什么东西吗？3个小时又精神百倍，活力来源。安安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他是韩国人，감사합니다。감사합니다，안녕하세요。안녕하세요，사랑해요。오라이，사랑해요。我只会这三句而已。你好，安安。Hello。你好，你也是韩国人吗？我其实是台湾人。那你装给我装什么腔调？没有，我今天感冒了。如果你遇到一个你喜欢的男生，你要用什么方法来撩他？我会用香味，我觉得可以用巴黎小香风，因为它带给人家一种神秘，然后又致命的吸引力。所以你要撩男生的话，你就是要用那个巴黎小香风去撩他。你们闻，是不是很香？是不是很香？这都还闻得到耶！是不是很想跟你们女朋友分手？赶快，赶快回去跟分手。大概洗了几次蓬蓬啊？还好，没有很多，大概100多次而已。导演鸡不鸡歪啊？超鸡歪。做工之后，你最想要做什么？打导演。算我一个。开玩笑的啦。蓬蓬的法文怎么讲？蓬蓬啊。一起打一，好不？蓬蓬，蓬蓬。那你今天拍得还顺利吗？人家收工通常一天就是会流汗，会怎么样，会身体会很臭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收工就是全身糖共共，我现在超香的，我现在回家都可以不用洗澡了。蓬蓬的新香上市咯，巴黎小香风，你洗了蓬蓬就跟擦了精品香水一样，非常高级的香味，让你天天当名媛。赶快跟姐一起去洗澡吧 ，Go！ 现在手被绑住了，没办法说再见，再见。